在上一集中，猪猪侠他们与塔塔比恐龙大军在平原巧遇，迎来了一场霸王龙和牛龙的世纪之战。他们战斗了数个回合，仍未分出胜负。看我的牛气冲冲，样子看起来不错，我也来，霸王摆尾。啊，怎么可能？认输吧，你打不赢我的。塔塔比，快给我力量！哈哈，好的好的，无敌幸福咒不适合你，我给你更强大的黑暗力量，超级黑暗之力，塔乌塔拉，塔乌拉拉，嘿！我感觉我的身体充满了力量，这个力量比之前要强大多了。霸王拳，霸王龙，你在给我挠痒痒吗？哼，得看我的霸王摆尾。我一点都不痛，轮到我喽！牛气冲冲，呀！这力量太强大了，霸王龙！哈哈哈哈，这超级黑暗之力不错吧？啊！怎么回事？糟糕，超级黑暗之力还不稳定。牛龙，我可是塔塔比啊，你的敌人在那边。呀，快跑呀！老大，等等我们！他们怎么跑呢？这牛龙的超级黑暗之力失控了吧？这个超级黑暗之力真的好可怕，如果不是他控制不住，我们就完了。太好了，得救了。牛龙的武器与弱点，牛龙有着强壮的身体、锋利的指甲和刀片状的牙齿，这些都是它在捕猎时用到的厉害武器。可是它的下颌却非常的脆弱，稍微用力就可能会断裂。看来外表凶猛的牛龙也是有弱点的呢。